赶紧跟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粉丝朋友们，他们等待很久了，打声招呼吧。大家中午好，我是李易峰。啊哈哈，今天峰峰的状态看上去依旧很不错啊，我觉得比这个大屏幕上看到还要帅，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你真人，不愧是粉丝们称的白干安。谢谢。在你理解白干安是什么意思？你会怎么去理解他？白痴、干瘦，安保，就是很安全的意思，萌萌哒的状态。但其实粉丝就是觉得说，哎，你穿着白色，然后呢，非常的干净，是一个安静的美男子的感觉。但今天也可以发挥你刚才说的这个白干安的意义，来跟我们进行各种互动哈。那今天来到我们这个祝白屏的直播间，你感觉怎么样呢？我觉得非常的，因为我们是在一个酒店的一个搭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我刚一进来我就闻到了，像在商场经常去，一楼护肤品柜台，然后你会闻到那种啊很舒适的那种对香气，然后我刚刚一进来我就闻到这个香气，我觉得有一种很。开启，觉得说我要好好挑选一下，对，就觉得看看到底有哪些档次的那种感觉，有哪些宝藏产品了。对，也是啊。你看，成为代言人之后，每天状态都是非常满满的。那今天呢，你也是以全新的身份，以巴黎欧莱雅的护肤代言人身份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其实我也很好奇啊，我想了解一下，说你跟巴黎欧莱雅是怎么结缘的？它到底有哪些点是特别吸引你的呢？因为巴黎欧莱雅是全球最大的美妆品牌，然后呢，它也一直在不断地给消费者带来很多不一样的产品，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品牌。明白，而且它也是一直在用科技不断地创新，对，满足各位消费者们的需求，比如说对美白的需求，所以才会有祝白屏。那我们也希望此次呢，峰峰可以与巴黎欧莱雅强强联手，为更多的品牌和峰峰的粉丝们带去更好的美的体验。那其实我们也说了，巴黎欧莱雅是非常关注消费者的需求，也是因为了解到我们对美白的需求，并且在刚才各位专家们他们不懈努力之下，也是历经了3-4年的准备，你看只需耐心终献美好，我们的祝白屏精华才得以诞生。所以我们也希望峰峰可以与巴黎欧莱雅一起来携手为大家呈现更多更好的产品，好不好？好的。那我也想问一下峰峰哈，作为我们的代言人，你应该对那句 slogan 很熟悉了，巴黎欧莱雅我值得拥有，你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我觉得不管是你值得拥有还是我值得拥有，我觉得都是体现出一个品牌的自信，然后也体现出消费者拥有购买了这个品牌，他对这个产品的一个自信，那对代言人来说，我觉得也是一种荣幸吧。明白，所以也是相互吸引，有这样一个很好的气场，也是强强联手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巴黎欧莱雅的护肤代言人李易峰为大家来揭秘一下24小时源头断黑的真正奥秘，我们马上回来。只有特殊美容才能白得快，全新欧莱雅祝白屏融合皮肤学专家认可成分阿魏酸加377精粹，早一步击退黑色素光阳，24小时断黑，14天淡退斑点痘印。欧莱雅祝白屏。Hello， 各位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巴黎欧莱雅联合天猫超级品牌日祝白屏精华上市发布会的现场。我身边的就是大家深受大家喜爱的巴黎欧莱雅的护肤代言人峰峰李易峰啦。那为了更近距离的让峰峰与我们这个巴黎欧莱雅的祝白屏精华有一个互动，我们换了一个场景，可以坐下来，让峰峰也可以直播间小伙伴们可以距离更近一些，好不好？这样坐下来是不是感觉舒服一点，更放松了？有吗？更舒服啊，更舒服，舒服就好。那今天呢，我们是以这个巴黎欧莱雅护肤代言人的身份来和大家见面，所以峰峰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福利。可以看到，在这边有几张签名照，峰峰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哈。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蜜蜂们，你们真的太幸运了。那话不多说，我们要不先来一波福利，给粉丝们抽奖，好不好？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左上角这个直播间啊，然后评论刷起来。我们刷一波欧莱雅李易峰好吗？好，大家一定要先刷起来啊！李易峰他待会儿就可以看到我们手机里面，我们待会儿就要在评论区要抽取一屏幕的粉丝，幸运粉丝，应该是我们送差不多哦，这三张签名照，好，那也是这一屏的前3位粉丝，所以赶紧刷起来好不好？欧莱雅李易峰赶紧刷起来，
看看有没有人刷了哦，好多人在刷了。峰峰，待会儿也可以把这个手机拿起来，帮我们来截屏一下。现在吗？现在，或者你也觉得你可以再等一会儿，让他们再刷一会儿都可以。哦、对，你平时看直播的话，你会说，哎，希望抽奖快一点，还是吊吊他们胃口慢一点？快一点吧。啊，快一点，好的。哦，不然太累了啊。所以你要倒计时了吗？大家要准备一下啊。可以啊。好，可以了。五四三三二一 ，OK。好，我来帮你拿下来，看一下。到底是有哪些粉丝？嗯，好，我们是抽一瓶是不是 ？OK， 好的，那就是不仅有这三张，反正这一瓶里面我看看有几位粉丝啊，一二三四五，哇，五位粉丝 ，OK， 来看一下，好，巴黎欧莱雅非常非常的贴心，这满屏的粉丝你们都可以获得我们这个签名照，但是前提要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嗯，也希望大家可以今天下单啊，李易峰同款的珠白瓶精华。恭喜这几位粉丝获得我们巴黎欧莱雅护肤代言人李易峰的峰峰亲笔签名照，一定要私信我们直播间后台你们的收获信息。但是如果你没抽到也没有关系，之后为大家准备了满满的很多波的好礼，我来先保存一下，大家啊，所以千万不要走开哦。 OK， 那真的也很想跟这个屏幕前的各位粉丝们说啊，近距离看到峰峰，他的皮肤真的状态很好哎，而且说实话是比我白要透亮一些，所以我忽然想起来，前几天我好像看到你微博上发了一个求助微博，而且还是限时24小时倒计时的。嗯，到底是哎怎么样一个情况？跟我说一下。因为最近一直在西双版纳拍戏，然后所以阳日晒非常的足。嗯。啊，然后要来作为一个代言人来做这个活动，不能。这么黑的就来了，所以想要有一些赶快解决这个问题。哦，就相当于跟粉丝们分享一下现在的状态，他需要有一些小求助。嗯、但是我觉得这个求助，哎呀，没必要吧？你现在也一点没有晒黑的痕迹。那是因为我用了它。用了它，哎，我忽然还想到说，因为我关注你微博也挺长时间了哈，嗯，说那个就是。好像是前两年时候有那个蜜蜂调侃你说你的肤色是渐变拿铁，然后你发说你看你们是黑咖啡，为什么会这样说呢？这个就是一个互相相爱相杀嘛。相爱相杀，你跟粉丝的状态一直都是这样吗？就是一旦他们想要跟你开玩笑小黑你一下打上引号的，你就要记仇再回回去。就是一个小有意思的互动嘛。哦，但是我觉得黑咖啡这个称号嘛，看表面意思你们可能不太能够接受，但其实也是很有爱的。那所以我们评论区也会有一些粉丝在讨论哈，这个我觉得这是一种昵称吧。但是呢，你的肤色真的有变化很多，当时应该这个是昏暗的灯光，还是说的确肤色就晒得那么黑了，像旁边那个渐变拿铁？我觉得跟灯光也有关系吧。哦，也有关系。哦，那段时间也稍微黑一点吧。嗯。所以你看眼神还看着那杯咖啡，想好像的确跟我的肤色的确有点像。嗯，但是你刚才也说你跟粉丝们发了那个微博求助一下，他们有给你分享什么独家美白秘诀吗？或者你有听闻朋友给你分享一些吗？在知道珠白瓶之前。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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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瓜。哦，黄瓜敷面。敷脸，敷脸，你真敷啦？我没有，我没有。哦、然后、什么维 C 抹在脸上？哦，这些好像都是有些在某红书上才出现的一些，你也都会去关注哈。反正我是从我工作人员那儿知道的。知道你的工作人员，他们都会进行这样的一种美白的方法。但他们都很黑。你看，你想说的是，哎，最主要这些方法都没有很快的效果，那你为什么可以这么白，对不对？对。嗯。所以就要用这个啊，珠白瓶。对，就要用我们的珠白瓶精华。刚才我们的专家和博士他们都已经用很多的数据和实验给大家来分析了。那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其实我知道作为代言人也可以提前先用了这一款产品。嗯，你有什么使用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嗯，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我在西双版纳拍了这么久，我也没有特别的黑。哦，那反正是白天和晚上都会去用。对对对，嗯，对，因为这个美白精华，哪怕在白天用，他们是在还没有，他们之前就拿给我了，哦，让我提前再用。
那肯定啊，这个都还没有上市，先让代言人用你自己的亲身体验来好好感受一下。对，他们是邮寄过来的，嗯，然后刚开始，给你，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嗯，然后我还先放在旁边，然后他们说，哎，你有没有他们给你的那个你有用？我说什么什么东西？说就是他们刚上市的最新的那个精华，对，嗯，啊，我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然后我再拿出来，我才赶紧用，对，哎，我仔细看你，你也不长痘，也没有斑，嗯，你这皮肤状态就是中性皮肤吧？有什么皮肤问题吗？你现在有困扰吗？我不是男性皮肤吗？男性皮肤就，但是男性皮肤有很多皮肤状态不好的，你是其中的佼佼者，啊，可以跟女性皮肤媲美了，啊，那所以你饮食方面是不是也很注意啊？吃的清淡吗？喜欢吃辣。对啊，你是四川人，喜欢吃辣，但也不长痘。偶尔。偶尔会长。哎，你下次长痘试试看，把这个痘给抠了之后留痘印，再用这个驻白瓶精华，效果会让你更加的惊人。啊，可能一两天痘印就会被淡化了。哦，好。哦，好。所以呢，我想问一下哈，其实你用这个驻白瓶把它打开之后的肤感体验是怎么样的？能跟我们说一下吗？嗯。比较舒适吧，嗯，然后也不会很腻，嗯，也不会很油，哦，比较清爽，比较清爽的，特别不管是男性和女性，有时候我们都很注重这种肤感的体验。如果油腻腻的，哎，就感觉是油腻的男子那种，女孩子也不喜欢很油腻，对吧？清爽，特别是到夏天，大家现在都不喜欢油腻。对，就像你这样清清爽爽、白干干的出现在我们面前，不愧是我们的代言人哈，对我们长得不能油腻，说话不能油腻。哦，哎，所以我觉得你发微博什么说话也都是比较简洁的，是，就真的不喜欢跟大家要说很多文字的吗？就发微博都是哎，如图或者说哦，嗨咖啡。言多必失。哦，言多必失，这是一位谨言慎行的代言人，很好，嗯，很好。那现在我们知道了啊，对峰峰的皮肤状况也知道了，它是比较好的肤质，虽然爱吃辣也不长痘，但是呢，一定要用我们驻白瓶，哪怕在非常炎热的、有紫外线很强烈的地方，也不用担心。嗯，那我知道峰峰现在对护肤是有心得了，那作为大家心目当中的一个理想男友的形象，你应该也很懂得女孩子们在想些什么。你的女粉丝毕竟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都说女孩子的心思别猜，你别猜，你别猜，但我觉得你就一定能够猜得到。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跟你玩一个游戏好吗？啊，好，我们要看一看，比如说男生送礼一直是很容易被吐槽的，如果给女粉丝的男朋友他们一些建议，你希望他们可以送些什么礼物给女粉丝女朋友？驻白瓶精华呀，驻白瓶精华，欧莱雅的驻白瓶精华啊，就是这个，你可以拿在我们手上来，就是这一瓶驻白瓶精华。好的，嗯，那请问下一个问题，如果女朋友问你，哎，你觉得我素颜好看还是化妆好看？你怎么回答？化妆好看。为什么？因为确实化妆好看。那你没有见过身边会有这种素颜美女吗？那她就是一直要化妆啦。那她是素颜美女，我就说你素颜好看。哦，是这样的，见机行事。嗯。哦，好的。那如果女朋友问你工作重要还是我重要，你怎么说？工作重要。哦，为啥？因为没有工作，我怎么养你呢？不是，他说，哦哦，明白了。那女朋友说，我可以不工作吗？你当然要工作。啊，女朋友。因为现在人人平等。好，人人平等。对，那他如果赚的比你多，你也不会介意吗？不介意。哦，明白。好的，那如果你们到了这个，就是比如说啊，谈恋爱的纪念日了，啊，你想送给女朋友惊喜，你一般会送什么惊喜？送什么惊喜？对，你会有准备手做的礼物吗？或者是送吃一顿好吃的了？啊，吃一顿好吃的。那如果女朋友又要求说啊，你歌声那么好，能不能唱一首歌给我？你会唱什么歌？分手快乐。纪念日哦，你唱分手快乐，不觉得很有意思吗？很有意思，明白了。所以我觉得，嗯，如果以后哪一位跟峰峰在一起的话，的确是要在烧脑的恋爱和对峙当中，就感觉你们是在走那种 S 线的，不能够同频。他的这个信号发射出去，你得绕一下。哦，他原来是这个意思，明白了。你的确很有梗啊，就像你前段时间说6000万粉丝福利，我还想着说哇，这个粉丝福利肯定很大吧？没想到你就真的跑到旁边一个水池边，拿了一个东西，喏，福利在这里。那我想问一下，万一以后7000万粉丝，你再怎么解决这个福利？
到了再说吧。到了再说，好的 ，OK。那这些男生们都很怕回答的问题，求生欲大拷问，我觉得你反而给他们一种剑走偏锋的一个回答的机制。就有时候不一定是女孩子可能会很想听的答案，但让他们眼前一亮，会觉得说哦。这样好像也可以啊，那可能会激励着我要更努力的去工作啊。其实问题都是它答案其实都在你平时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跟他相处当中都会有答案。他问你其实这些问题，其实最重要的是能够逗他开心啊，让他觉得你是一个有趣的人，不一样的灵魂。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更重要吧。明白了，有趣的灵魂。哎，那你是那种在生活中注重仪式感的人吗？给身边的家人或者朋友会给他们惊喜的那种？算是有仪式感，也算是有会给妈妈有什么礼物吗？如果她生日的时候，给妈妈的礼物是最简单的啊？什么？对，可以送她喜欢的东西啊，比如说他喜欢的化妆品啊，他喜欢的包啊，手表啊，明白，餐具啊，然后鞋子啊，忽然都明白了，峰峰妈妈平时都有哪些喜好，喜欢的这一些，峰峰都会很了解。爸爸就比较头疼，爸爸比较头疼，对，我还以为你会说不送，但也会送。就每次要想送什么，就是最难的，就很难。有什么特别觉得你说，哎，这个灵感一现，这礼物还不错的，送给他们的？就是刮胡刀啊。哦，明白。因为现在有很少大家会用钱包了嘛。对对对。然后。我还以为你会说我直接转账给他们，让他们去买喜欢的东西。这样又没有，我觉得又没有意思。哦，是是是。对，是。爸爸比较难，对，还是考虑的比较周全哈。那既然今天呢，我们是在朱白萍的精华样目发布会哈，我们也介绍了很多，刚才这些博士专家有介绍我们的美白成分的厉害之处。那我还希望说大家可以眼见为实，所以今天恰好我们欧莱雅中国的研发与创新中心的资深护肤研发专家张珊珊博士也在现场，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张博士再次来到我们镜头前，与峰峰一起来动手做个简单的小实验，测试一下我们朱白萍精华里面的宝藏成分阿魏酸，它抗氧化能力是不是真的如专家们所说的那般厉害？有请张博士。好，来，我交给你们，谢谢，来给你们做小助理。好的，好的。好，这个是我们的实验的设备。对，再次来欢迎我们的珊珊博士啊！我先好奇问一下，这个实验的原理是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好的，那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好的。那其实我们会使用这样的一个深色液体啊，来代表空气中的活性氧化自由基。然后呢，我们将这个阿魏酸加入到这个试管之内，它强大的抗氧化性能呢，能让深色液体即刻变成浅色，其代表活性氧自由基的失活不再氧化和攻击黑色素的前体，从而保护了我们的皮肤能够免疫变黑。好的，那只需要滴几滴的阿魏酸就可以马上使深色液体变浅。那阿魏酸的这个抗氧化能力真的这么神奇吗？我们要请峰峰和珊珊博士一起来做这个实验。好，让我们眼见为实，开始吧。好的。然后呢，我们先准备两个装有相同这个深色液体的试管。峰峰跟大家展示一下可以吗？是两个一模一样的这样一个试管啊，里面有深色的液体。好的。然后呢，我们在其中一个试管内，我们加入我们的阿魏酸。好，给我一支就好了。好的，哎，没事，好，我们就滴进去。好的，峰峰，请将这支试管稍微的摇晃一下。其实您看，颜色已经在慢慢的变浅了啊，您可以看到这个颜色的变化其实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个还是比较深色的一个状态，那这款其实已经变浅了。好的，好的。然后，其实因为这个黑色素这个溶液呢，它本身含有各种抗氧化自由基，是空气中经常会攻击我们皮肤的一些自由基，所以我们的阿魏酸有这样的一个效果，能够帮助我们的皮肤抵御这样的一个攻击啊。您可以放在这个跟我们的皮肤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其实是它代表了这个空气中氧自由基，它会攻击我们的皮肤，让我们皮肤变黑，所以我们把它的这样一个效果阻断呢，就可以导致我们的皮肤能够免于这样的变黑一个状态。好，您可以放到这边。好，谢谢。我们再解释一下，其实这个实验呢，其实我们大家知道了，我们的
皮肤为什么会变黑呢？是因为空气中的活性氧自由基会攻击我们皮肤的黑色素前体，在黑色素前体的氧化形成会形成临时暗沉，如果没有及时阻断呢，就会转变成为持久暗沉。那二位酸刚好能够遏制这些活性氧自由基，主效抗氧化剂，拥有很强的还原氧化能力，所以我们刚才就用这样的一个深色液体来代表活性氧自由基，试杠二位酸是否能够迅速还原它。好，那峰峰还有什么问题吗？之前我有看，就是维 C， 它也可以让那个变浅，对，因为其实维 C 也是一个很强效的抗氧化剂哈，您知道的。那其实呢，我们在人体的临床测试中，我们发现只需要用0.5%浓度的二位酸，就能够达到7%浓度的一个维 C 的一个效果。那所以说，因此同样浓度的二位酸和维 C 相比，二位酸的抗氧化性能和抑黑效果是远超维 C 的。好，好，谢谢您。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珊珊博士，谢谢。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简单易懂的这个实验哈。来，峰峰，我们继续坐下来好好聊一下。那刚刚我们通过实验呢，已经证明了这个二维酸的超强的抗氧力。那大家知道吗？其实除了这个抗氧性之外呢，二维酸还有非常优秀的一个舒缓功效。所以二维酸它是一种集合了美白、抗氧化和舒缓肌肤的一个多功能的成分。那除了我们驻白瓶管中，可以给我递一下吗？谢谢。它这个管中呢，你看这个细管中是含有99.9%的高纯度的二维酸。这款产品它的外管呢，里面还包裹着377 Plus， 里面包含的是我们欧莱雅的专利377，可以直达我们肌肤的底层，抑制黑色素的前体生成。还有像烟酰胺可以阻止黑色素的转运，再加上新鲜水杨酸加速我们代谢肌肤的老废角质，就可以全链路的实现高效美白、淡斑、去痘印了。明白了吗？明白了。我就想说，刚刚你这个做实验也听得好认真，是不是像回到以前在读书时候化学课那种做实验的感觉？有一点哈。对，那所以也是可以从这个渐变拿铁，你觉得用了这个之后变成什么了？新鲜牛奶。对，可新鲜了，今天新鲜出炉的牛奶。好的，那马上要到我们大家最期待的福利时间了哈。屏幕后的各位粉丝们千万不要走开，再提醒大家一下，观看直播的粉丝一定要关注我们的直播间，点击我们屏幕左下角的宝贝口袋去 get 峰峰的同款产品吧。好，那说到粉丝福利哈，我前两天还刷微博看到了，有很多你的这个蜜蜂是在分享我们欧莱雅的驻白瓶一个就是公仔的盲盒，你有关注到吗？有三款公仔都非常可爱。那你今天既然都在现场，我们要不来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亲自为大家来揭秘一下，看看这些公仔长什么样，好吗？我们要开始拆盲盒了。平时你有经过盲盒店会去买盲盒吗？或者是那种机器里面看到？小时候吧。小时候啊，你小时候就有盲盒啊？小时候不是有那个机器？扭蛋。对。那算吗？那也算也算，因为每个蛋里面它可能出来东西都不太一样嘛。然后还有吃那个什么东西拆掉过后里边有里面有小卡片还是小玩具之类的。对，你都会收集吗？就是某一段时间会。好的，那现在来体验一下，回到儿时来拆这些盲盒。这个礼盒呢是惊喜连连啊，里面有这个我们峰峰的盲盒公仔在这儿，还有呢定制的明信片可以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关键还有我们峰峰代言的欧莱雅的驻白瓶精华。所以既然到了拆盲盒的环节，现在让峰峰来帮我们打开这个盲盒，看看里面公仔到底长什么样子。从上面打开，哇哦，大家可以截屏了看一看。感觉像再拆一份很特别的小礼物。叮铃铃，哦，这么可爱，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你觉得这个跟自己长得像吗？头发有点压扁了。头发压扁了没关系，颅顶的头发可以再抓一抓。像今天一样抓一抓。你觉得最像的是哪一个部分呢？跟你可以比在旁边看一下。最像的部分就是刘海。他肩膀上有一只蜜蜂啊，我肩膀上也有很多蜜蜂，无数只蜜蜂把你围绕着，嗡嗡嗡嗡嗡，特别勤劳。而且眼睛也做得很像，你看眼睛特别的大，水汪汪的大眼睛。哇，水汪汪的大眼睛。有错吗？没错呀。那要不拿着这个可爱的穿着白大褂的我们的峰峰来给我们镜头前拍张照，跟他一起合影。我帮你拿好话筒。好，来看一下，这应该像是
刚才张博士的身份啊，欧莱雅的研究人员。嗯，好，大家要赶紧来截图了。OK， 好的 ，OK。对，放回去，我们要把它完整的放到里面，因为我们要说宠粉福利嘛，所以呢，我们要巴黎欧莱雅继续宠粉，我们抽一瓶粉丝送这个礼盒，你觉得怎么样？抽一瓶粉丝？一瓶，不是这个一瓶，是一屏幕的屏。我就知道你又想到谐音梗去了。好，我们来用一点特别的抽奖形式。那今天呢，我们发布会呢，粉丝们也了解了，驻白瓶精华最厉害的点就是24小时断黑。那我们就可以倒计时24秒，好吗？好，你来设个抽奖口令，好不好？嗯，我来。你想设什么？我们的驻白瓶大卖吧。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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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好了，你说倒计时开始，我们后面就会启动这个倒计时了。倒计时开始。好，驻白瓶大卖，驻白瓶大卖，我们要抽一瓶的粉丝。这次我们会把这个 ID 都念出来，让大家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啊。好，我们先推出去。可以快一点。嗯，稍等。十。稍等啊。九。稍等，稍等，稍等。七。我再进去一下。稍等。五。四。三。二。一。时间到了是吗？好，来，我们要开始抽了。嗯。OK。五四三二一 ，OK， 好嘞。哦，这次抽到的是3位幸运儿。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话看得清楚了。有3位幸运儿：李克摩斯朵、小柠檬，还有可爱桃。恭喜这3位粉丝。好，看清楚了吗？我们的粉丝 ID 太幸运了，我还多给了你们一些时间啊，超过了24小时。好，我们来保存一下。OK， 赶紧来看一下第二个盲盒，还可以再拆哦。来，峰峰帮我们拆一下第二个盲盒，看看第二个盲盒里面造型是什么样的。刚刚呢是穿着白大褂的，就像我们的欧莱雅啊，兢兢业业的这些研究人员，能够用最好最安全的成分高效美白。咦，你觉得这个是什么造型？像什么？大家仔细看，你感觉一下。用你的理解，反正你的理解、你的眼光跟我们都不太一样，很特别。贝贝家。你小时候就穿这些矫正带对吗？背带裤的样子。背带裤啊。嗯，而且还拿着一个，这个是什么呀？好像也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像驻白瓶精华一样。对，这个就是驻白瓶。嗯，对的，这个公仔哇，萌萌哒，拿着镜头好。好啊，拿着这个我们的小玩偶再来，大家可以看好镜头，快点截图了。看到很多粉丝们蜜蜂都说想要想要，好的，欧莱雅继续给你们送福利，我们再抽一瓶粉丝，继续倒计时24秒，刷驻白瓶大卖，再抽一瓶哦。好，谢谢。好，倒计时开始吗？开始。好的，倒计时开始。来，大家刷起来！驻白瓶大卖，驻白瓶大卖，只有24秒的时间。嗯，哎，好，哎，我其实很想说啊，如果你有机会来做这个盲盒的公仔的设计，你还想有什么造型可以设计出来？把你的形象设计出来。全裸。嗯，哦，好，我们先来抽奖啊，这个时间点到了。好，三二一。OK， 哇，这一瓶好多的粉丝哦。好，我们来看一下，有这么多，一二三四五，5位粉丝，看一下。好，恭喜 W， 还有天真无瑕写小白兔，还有宣风少女，以及 LLYYFF54 热心市民李蜜蜂。OK， 好的。好，我们来先保存一下。OK， 再给大家看一下，可以吗？好的。刚刚我们看一下，是一开始，我们抽到的，好，一开始抽到的这个签名照的粉丝，给大家看一下，对吧？好，有这个李易峰小粉丝，还有好手就位，浅夏。就这几个看得清楚的好吗？我们来抽这几个。李易峰小粉丝，好手就位，浅夏，恭喜这3位粉丝获得了我们的签名照。好，我们继续来拆盲盒吧，还有最后一个盲盒了。嗯，
因为刚才都说了，这个盲盒呢里面公仔会分普通款，很多粉丝也会说在微博上提到了想看隐藏款的盲盒啊。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就是隐藏的，看你的欧气怎么样。哦，好可爱，这个就是我们的隐藏款。哎，你看你看上面还写着什么，它这是一个制服对吧？对对对对对对对。哇，欧莱雅美白院线。对，他穿着蓝色的小西装，打着领结，帅气又可爱。哇哦，所以蜜蜂们想不想把它带回家呢？哦，再来拍张照啊！真的给粉丝们好多福利，拿着可爱的小公仔，跟着这个迷你版的蜂蜂一起拍张照，赶紧截图。好，我们也要再抽一瓶粉丝送这个隐藏款的盲盒礼包。之前没有抽到的粉丝不用灰心啊，隐藏款这一次呢真的是绝绝子了。刚才我们发布了两波的抽奖是24秒，接下来我们要不缩短时间吧，14秒钟。因为我们助白瓶进化除了24小时从源头断黑，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14天可以闪退斑点痘印。好，嗯，来倒计时14秒，你说开始我们就来开始了啊。开始。好，稍等，助白瓶大卖。嗯，他还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表，好严谨，马上时间就要到了啊、哦！你说3、2、1，我们就来结了啊、哦！嗯，3、2、1，开始。好嘞，我先来看一下。啊，这个为什么就只有一位？我们要不再给他们一位，再给他们一点机会好吗？啊啊，就这个一个，好像都可以啊。好，我们给大家再来一个机会啊。那这个也要算吗？不算了，刚刚它这个没有显示出来，所以一半。哦，好，你来说我来接吧。3、2、1。好嘞，刚刚名字都没显示完整，现在有了，大家不要着急啊，我会帮大家念出来。满屏的来看一下，木子加倍，木子加倍，还有这一位是玛利亚波亚，玛利亚波亚，临时心动，还有 YOOOOI，以及戴啊海啊小海带，还有 Mr. 苏小木，恭喜这几位粉丝，看得到吗？嗯，好，大家可以截屏之后自己来印证一下好不好，也赶紧把我们的信息啊都发给后台的工作人员好吗？好，我来保存一下，我再到照片里面去给大家看一下，稍等。嗯， OK， 来看一下。好，是这几位，看到了啊，再次恭喜大家，再次恭喜大家。好，那除了今天的宠粉福利环节之外呀，哎呀，我们刚刚也说了，峰峰你刚才有提说自己也想要做一个公仔设计师，是不是还要设计很多衣服才行？就是你想让他来一个变装秀是吗？可以啊。啊，也可以是吧？啊、嗯哦，所以我们下次也期待李易峰之后可以跟我们品牌的小伙伴一起来聊一聊，嗯，看看有什么更多的灵感 idea。好的，那接下来要到了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启动仪式的现场，我们马上回来。大家回到我们巴黎欧莱雅携手天猫超级品牌日呈现的助白瓶精华的上市发布会的现场，接下来就要到最最激动人心的环节了，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一起来通过一段视频邀请您共同见证巴黎欧莱雅助白瓶精华的耀目发布。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巴黎欧莱雅护肤代言人李易峰，巴黎欧莱雅天猫营销总监孙子晴女士，巴黎欧莱雅产品组总监文静女士，以及欧莱雅中国研发与创新中心资深护肤专家张珊珊博士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有请各位嘉宾。好的，让各位嘉
宾准备好，我们一起来点亮我们的珠白瓶，听我的口令，我们一起进入倒计时，三、二、一，启动，请把手哦 ，OK， 已经点亮我们的珠白瓶精华了。好，有请各位嘉宾看向我们的镜头前方，来一起合影留念，记录下今天这一刻的非凡时刻。好，同时有请我们的礼仪小姐 ，OK， 来给每一位嘉宾，送上这一份庆祝的礼物。好，也让我们各位嘉宾一起举杯，让我们为珠白瓶的精华上市一起举杯欢庆，祝金我们的珠白瓶精华大卖大卖。好，镜头准备好了吗？还有屏幕前的各位粉丝们也可以进行截图哦。好，谢谢。谢谢各位嘉宾，谢谢。好的，来，谢谢各位嘉宾。峰峰，好，要暂时在我们的台上再停留一下。好，那其实呢，今天直播到这里呀、我们真的也了解了这么多的美白知识，也希望呢，峰峰未来可以跟我们巴黎欧莱雅一起，能够多元的美丽传递给更多消费者。所以呢，但是我想说的是，已经在最后了，峰峰还有什么话要对我们直播间的各位蜜蜂们说的？最后送一段话给他们好吗？大家可以去干饭了。好实在，你看言多必失，你这个最后一段话也说得这么少吗？还是说有些心里话可以感谢他们？下一次直播我们再见。好，谢谢峰峰，谢谢你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谢谢。好的，那各位亲爱的朋友们。